来哦，这款游戏你们一定觉得很尴尬，到底要攻略什么？它其实是一个，它那边是说是一个舒压的小游戏啊。哦，他说有该做一种玩法，就是还有另家你可以来再 download 你可以升的呢。这个玩法就是好灵 relax 那这个没有什么攻略，再来。那这个攻略很简单，就是让你搓泡泡。那就攻略教学了，那这个就是，也是还蛮幼稚，也是还蛮无聊的。这个就是四围棋，就这样。那迷宫图纸我这有进龙，迷宫图纸你要移动手机哦，这边移动手机我们就不演示。而且我特别去当这个四维连线，主要是要当做攻略用的，因为四维连线它有特别跟 AI 对战。好，那其实攻略很简单，看你跟你以前在上课偷玩那个拳拳杂杂一样。好，我们这边有个 ，OK。然后我还有宰那个指尖陀螺的，前几年指尖陀螺非常的热门。那不知道指尖陀螺之前在热门几点的？那你这边可以把它重置。那基本上，我觉得它可以攻略教学的应该是这个四维连线这边。四维连线这一关的攻略就是你要先按中间的，中间的其实胜率就很大了。很多东西你可以去载，像是它有手机拉链啊，手机玻璃的，有些是舒压的啦。对啊，也有贵族礼包。